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哥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玩《头条热》，这位网友叫迷人莫佐助啊，迷人莫佐助，摸完佐助摸卡卡西啊，要卡卡西，对方长门，我来一个一技能破了对方技能，但是对方一个是吧面具，直接把卡卡西吐舌头，把卡卡西抓起来，一个二技能，对方替身，替身之后可以开大招，但是没有来得及开，其实可以替身，然后接个那个对吧，通灵一个一技能把对方吸住，对方霸体啊，霸体开大招吗？不开。堆起来了，堆起来之后赶紧等待机会。哎，对方应该快有替身了吧？这时候开大招是不是有点急？太着急了？没事啊，他还有通灵查克拉，这个蜜饯查克拉啊，开完蜜饯查克拉一个二技能过去，再来一个一技能。对方怎么想都没想到，对吧？卡卡西怎么那么快就有一个通，就那么快就有替身，对吧？最后一脚被踹死了。对方拿出了大蛇丸，小大蛇丸其实很强的啊，好多网友玩这个小大蛇丸很溜啊，反向二技能，对方不捞，哎呀太慢了，一个一技能吸过来，对方应该是想换二技能，没来得及换，等待机会，刚才二技能反向掉了，对吧？通灵招出来把对方控制住，再来个二技能，应该一下，好，想偏替身没有成功，一技能，哎呀，以为对方会过来，几次预判都失误了啊。然后一个二技能也没拉到，再拼 A， 好、哦、完了，对方开大招，在对方开大招的时候，对吧？那个查克拉也开起来了啊，还好啊，没白死，给下一位忍者多增一个斗、多一个斗就多一个机会把对方秒掉啊。对方是，我现在网友拿出了千手之剑，要画个表情吗？画个哭笑不得的表情。直接被对方一技能穿了一个千叉，把对方插住，然后一个一技能砸下，对方肯定要替身，哎，没有骗成功啊，哎呀，直接被对方插了一刀，好可怜，好尴尬，现在被人家在打，对方是吧，毫不留情，哎，对方，然后这个千手之剑替身就有一个一技能跑了，又被对方抓，哎呀，这是多尴尬，哎，落地保护了吗？没有，对方开大招啊，一套秒了啊。哇，对方大蛇丸真秀啊，这千手之剑怎么这么倒霉，好几次被人家抓，跑都跑不掉。哎，只能说命不好呀，运气不好呀，这一回合运气不好。哎，这时候双方都是大蛇丸，哎，他技能没有戳到。大蛇丸的技能花样太多了哈，你看要么推一下飞天的话又一个遁地，对吧？飞天，而且他那个小老蛇打到的话还会把人给弹飞。这就是他，这就是他的那个很赖皮的地方啊！别人以为躲开他的那个大招范围，没想到他那个小老蛇给他拉一下也会有伤害啊！伤害不高就算了，但是就会被人控制啊，把对方打飞啊，那种真是很麻烦。不过打两下去点血那倒无所谓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对方卡卡西啊，最后一个，双方都是最后一个忍者了。对方二技能没喷到，好，水龙卷招起来，但是被对方吸住了，吸住之后二技能戳过来插一刀，对方不肯替身啊，不肯替身，一个一技能，对方开大招，一技能成功躲过了，好机会，好，招出一个蛤蟆先喷两口，再来一个二技能冲过来，好，对方落地保护，好，躲过了对方二技能，对方可能要换一技能，这下对方基本就要结束了，因为他没有技能了。好，水龙卷招起来，他只能飞了啊，无奈对方没办法，哎，落地了，不然有没有保护，应该没有保护，没有保护，保护了什么鬼，对方居然没事，被喷了一口火，一技能反向再戳一下，哎呀，这时候双方都拿到一个斗啊，看一下这个大蛇丸有没有运气好，一个一二技能没有戳到啊，等待机会，对方二技能过来，哎，躲开了，好，水龙卷招出来把对方拉两下，好，还是大蛇丸厉害。